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朋友吗？是啊。啊，姐姐好。我和宋七夏回家，撞见七夏的爸爸，两个人赶紧分开。我哥赶紧走过去，乖巧问好，不知道在找什么。一人掏出一包大白菜，叔叔竟然惊吓了，提着零食默默跟在后面。七夏回头接过零食，转眼跟爸爸回家了。我哥瞬间傻了。你手机上转了1000块钱，出去约会的时候呢，不要老花男孩子的钱，他们零花钱比你还少呢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小白，要是见我爸了，你怕吗？当然不怕了。哎呦，那你要是我爸，真的吗？那怎么办？真的是我爸。那我要来点礼物。哈哈，你不是不紧张吗？那 later， 哎呀，我老师来了，快让我抓紧，我逃课就完蛋了。哎呀，快帮我挡着！哎，你在这儿呢？哎，我出来买点东西。哦，不是，这是我哥啊。哎，老师，哎，我们先走了啊，马上就回去上课。哎呀，冬梅，啊，记得我今天说带你去见我妈呀。这个怎么了？你刚才已经见过了。